为什么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因为他们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方毅虽然是一家新进的保险经纪公司，但是在专业口碑和业绩上都不比其他的经纪公司逊色，而且完善的培训系统也是吸引我的原因。你原来是干投行的，为什么要转行呢？因为投行虽然在外边谈着几亿、几十亿的生意。 但是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我实在是不想内耗，因为我想换个跑道，尝试一下更多的可能性。跑道有很多呀，为什么选择保险经纪？因为不用打卡。是这样的，我回去查了一下，了解了一下这个保险经纪行业，我认为是一个朝阳产业，接下来在我国的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 对行业有期待，那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呢？你们团队是打算旱死在第六了吗？第六挺好的，六六大顺多吉利。<笑>你干啥啥第六，讲冷笑话第一啊！咱努力一下嘛。我们挺努力的了，咱们公司卷上什么样，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么努力，我们还保持在第六，说明什么？没退步，没退步就是进步。行，原地踏步，六六大顺。姐，咱们上个月那个单子要是签了，可是1%呢。 哪有那么多1%呢？那20%那都塔尖儿，这得有多少个塔尖儿？去塔尖儿待着干嘛呀？你看这二八法则，咱只要用80%的努力冲进这20%，咱就胜利，对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通透啊！是不是？干活去了吗？你积极呀你。行，挺好。 小莹，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阿姨啊，其实我是开剧本杀馆的。就是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然后很多人。你以为你妈连这点都不知道吗？不就是一帮闲得无聊的人聚在一块儿过家家吗？哎呀，他这个闲得无聊的人其实消费能力是最强的，并且。 崭新的哈，动都没动。阿姨啊，其实佳熙挺有想法的，我觉得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编剧。她就是因为想法太多，所以整天干出这些荒唐的事儿。啥是荒唐的事儿啊？小莹，我知道你年轻有为，但这是我和西西的事儿，今天就不留你在家吃饭了。 我的女儿，我知道。那小英，我就不留你了，送送你吧。妈，你这样对客人合适吗？阿姨，那我走了。
家熙，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嘛啊？你多大了？你背着我偷换专业，你荒不荒唐？你到剧院去打杂，你荒不荒唐？你答应我备考 CPA 的，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本杀，你荒不荒唐啊？哎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嘴里说我干什么都是荒唐的，不是你说的吗？你说人生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我就是喜欢他嘛，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嘛。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越来越好啊。可是你们俩呢，合起伙来骗我，每天也没什么正事儿，这就好啊，这就是爱情啊。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我盯着你复习。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凭什么？凭我是你妈，凭我还没有死。我要是死了，你该干嘛干嘛去，我管不着你了。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你更不可理喻。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待不下去了。我告诉你，我也待够了，我受不了了，我走行吗？你别等我到，我现在就走。你现在去哪儿啊？你走。小颖，丁老师，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是宁夏来了？我知道你们俩肯定得吵架，以西西那个性格，他肯定就摔门而走了。我就想着等他一下，结果没想到。没想到，摔门而走的是我这个当妈的，对吧？丁老师，我真不是坏人，我也没想骗你。我是真的喜欢董佳熙。你喜欢他什么？他什么我都喜欢。不管他做什么，你都喜欢。不管他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去哪儿，你都愿意陪着他，支持他吗？丁老师，你就别跟西西生气了。他其实心里都清楚，你是为他好，只是他有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儿。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自己想做的事儿啊？谁又能靠想做的事儿活一辈子？这种几率是很小的。但是西西有能力啊。他可以凭他自己的能力一辈子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的。小颖，人一辈子是很长的，但是一辈子也可以很短。丁老师，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但是我真的会竭尽我自己所能去保护好他。我明白，但你还是不明白。丁老师，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一分钟？就这一件。啊，这个。嗯。还不来？等他一会儿吧。你也真慢。对啊。夕阳，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那车停了，我打好几把轮才过来。是故意的。老伴儿。这么烦人呢。哎，来了，哎，好。哎，好，谢谢。夕阳，嗯，你是觉得我请不起你吃好的是吗？你有病吧，我现在就想吃这个，不行吗？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家店开了十几年了，一直是稳定发挥，一会儿你们尝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老板挺有人情味的啊。嗯。哪个味道的好吃？藤椒的和鱼香的好吃。藤椒。我要鱼香的。那我要和你一样的。老板。哎。三碗鱼香的。要得。老师来了。哎，好。哎，你们的
鱼香炒丝儿。嗯，哇，看到都好吃。美女的。好，谢谢。好，慢慢用哈。好。嗯。哦，要得。嗯。哦，真的好吃啊。嗯。嗯，可以啊，真的是味道。哎，看人民的馅儿跟乒乓球一边大。嗯，北京那个抄手馅儿就这么一点，蘸个羽毛球。尝尝这萝卜干也好吃。好的。嗯，萝卜干也好吃。嗯，你现在不是不能吃辣的吗？下次你尝尝他们家那个突击枪竹笋咸虾的也好吃。我现在又练回来了，我可以吃。是吗？嗯。哎，对了，练回来就对了。老板儿。曹操生的可以快的不？可以的。哦，北京也能吃到啊。哎，好吃的曹操的不止这一家哦。观音阁那边有一家，曹操是可以加臊子的。抿嘴排骨是一绝，但是只有现吃才新鲜。所以说好多吃的，只有在成都才吃得到。懂了噻，刘老板。那你要这么说，那有的味道，那只有北京才能吃得到。哎呦，那你要这么说，那就得取舍了，对吧？哎。有没有洗手间哦？去那个毛肚火锅，说是吃抄手的就可以了。哎，嗯，说说吧。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嗯，我不是说了吗？不是故意的。我说的不是当年，我说那天露营的晚上。你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我说什么了？我说哎呦对不起，但是我还是要继续拆散你们的。嗯，我怎么说了？废话，我骗你干嘛呀？但是没事儿，我就当你喝多了，好不好？嗯，那你别没事，我就是这意思。你还挺理直气壮的啊？拆散呢？你俩没在一起，我怎么拆散？哎呦，你又是怎么说的？那我是要抓紧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紧张啊，咱们就是各凭本事，公平竞争，可以。大子，外星人呢？没事，他认我当哥了。啊？谁认你？我认你当哥了。对呀。不是我们呢，没事。那怎么就我没乐呢？没事的呗得。那乐什么呢？乐还不赖。莫笑了。嗯好。你吃完什么？走保险了？没有，你这要赔钱了啊！我跟你讲，你都贴上了，没贴上，没贴上。你看这能过个手呢，你没看能过个手呢？你看着给我这车停了，可惜了。哎，走吧，我送你。我送你。不用，我叫车了。那这个850，走了啊。慢点啊。啊，好，拜拜。看着车啊。啊。就这么让走了？那不然呢？你不走啊？我歇会儿。那我也歇会儿。干嘛都不走，晒上太阳了。走吧，走。拜拜。你先走吧，我说了我也歇会儿。你往后倒倒啊，往后倒倒。你求求我。那么幼稚呢？你往后倒倒，给我我。你跟我好好说，态度好点，求求我。哎呀，求！
不睡呀、啊？睡觉了，闭上眼睛睡觉了。姑娘没睡着啊？哎呀，我还以为他睡着了，这刚放下他又醒了。来来来，我来。是不是吵到你了？我没事儿，是我饿了不萌啊这个点儿。哎呦，那个刚喂完。哎呦哎呦呦呦呦！闭眼睛睡吧，小祖宗。妈，你先睡吧。那不行，看你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得等他睡了，我才能睡。没事，我哄他来。哎，这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来来来，我来啊！不去，我去忙你的，没事。我就跟你熬。咱俩这倒来倒去，他更睡不着了。我跟你说，你去吧。能行啊？嗯，我慢慢哄。去吧。你闹什么？你叫我啊！哎哎，去吧。辛苦了，妈。嗯，没事。睡觉。上哪儿去了？是手机也不带，我下楼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到。你都多大人了，你还离家出走？我又丢不了。那你没有生我气了吗？我学 CPA， 我现在就学。复习去吧，别走了。那个就不睡了，还没睡着。哎呀，他就是不睡。这孩子生物钟真是随我，能熬夜。我来照顾吧，你快睡吧。哎，哎呦，丹丹，来找月嫂吧，妈出钱。不用，我这白天也不上班，我晚上我也睡不着。来吧。你这都睡，你说这晚上让外婆先睡喽。你也困了。把牛奶喝了，早点休息啊，别熬夜。要得。手机来你家了，我明天给你闪送。下来呀、啊，丁老师睡了，我刚看了，灯关了。我不看。快！大晚上的搞啥的，快点睡觉。哦，马上睡了。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他等下就发现你了。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很像？像什么？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我不会背。查呀。
陈是我们。赢了，人呢？你怎么真的上？你疯了吧你！我上去了，别出声了。午睡，老师骂人，是不是啊？我都 PTSD 了。想不想玩点刺激的？你不想活了？这行吗？堵门房。给您拿点东西啊！
真感谢你们。来，没事儿，给您点面粉，阿姨。哎啊，没事儿，应该的啊。啊，拜拜，拜拜，阿姨。拜拜，啊，好。哎，阿紫，你怎么自己在这呢？我有好吃的。来，哟。你怎么了？不高兴了？嗯，爸爸妈妈呢？在外面打工。嗯，那家里还有谁啊？爷爷。跟爷爷吵架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肚子痛。啊，肚子疼啊？你自己能走了吗？现在？哎呦！哎呦，来，别吵架啊！没事啊，没事，没事啊。走，来，行，送你回家啊！别害怕啊，小事儿。我当时也吓坏了。没事儿，不用紧张。哎呀，这个小卖部可真远。哎呀妈呀，你等急了吧？你可算回来了，来来来，快去吧，去换上去，快去啊啊！吓坏了。在这等会儿吧，等会儿。嗯。我不会画，哎呦，奶奶，我帮你行吗？让吴云姐姐陪你去画。有事喊我啊！哎，你在这等着啊。你们说说，咱为了一如这单子多拼啊！大伙儿最近都辛苦了啊，今天咱换个好点的环境，冲刺一下。这个地方我熟噻。我也熟哈。是不是咱们好多人都是在这儿结下的缘分吧？处事，希望在有吃有喝的亮堂的这儿，大家能够一把搞定一如啊。在这儿加班有加班费吗？没有啊，我们在这儿换个环境不是不多了吗？就是，那你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陷阱吗？一如这个单子这么多钱，要是搞定了的话，区区一点加班费算啥子嘛？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奋斗，实在是太燃了。哎，小谭，你这是上价值了，上的太狠了，跟显得我一个人不懂事似的，显得我。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啊。好啊。他们家还有隐藏菜单，也有吃的啊。哎，对不起，今天老板不在，还有点不了菜。老板呢？不知道老板最近咋子了，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老是不见人影。行，那就改天老板回来我再请你们吃好吃的啊。好，跟老板说说，开展一下这个宴席业务，对吧？有钱不挣。好嘞，要得。哎，美女，喝点啥子茶？哎，你干嘛？我这自己独立小办公室，你的工位在那儿，咱俩一人一半嘛，好交流嘛。不是你坐我面前，你耽误我看风景。我不就是风景吗？你这有点油腻了啊，你赶紧过去。嫌我油腻了就行。妈，我去复习啦。在。去哪儿啊？你去哪儿了呀？我刚刚找你半天呢，找我半天呢，那你去哪儿？我去图书馆啊，复习。你不用去了。咋个了？我不用学了。哼，想得美！我给你报了个班，以后你就在家里给我上网课。嗯，行，那我明天上啊，我先走。哎。每天上课四小时哈，嗯，系统都会监测，我随时查你。晓得啦，你快出去吧，我要开始学习了。怎么没声音啊？哦，我刚插上耳机。把耳机拔了，我要听声音。连个耳机都不行，你太好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对资产负债表的复习啊。这个是必考的。资产负债表呢，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
期财务状况的财务报表，它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实义务，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那根据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规定，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负债东西分别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列示。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归类为流动资产。第一个，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者耗用；第二个，主要为交易的目的而持有；第三个就是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啊）变现；第四个，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哇！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吉普跟我说的，说你们没吃饭呢，是吧？哎，他腿怎么那么碎呢？哎，来，冯哥，跟大家分一下，来，我来，对，我们来，谢谢杨哥。对，峰哥，你吃吗？你拿回去，我一会儿过去。哦，好。买的什么东西？哎呀，开了20年的鲜捞米菜，特别好。谢阳，你别坐在那儿，你挡着风景了。啊，那我。你去请。让你先别弄了，现在活动活动，这环境多好啊！动动腰，动动脖子。同志们，起来转转腰，转转脖子，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红哥，咱先，快点，忙着呢。你真是不合群儿，脖子。好了，再转就太奢侈。哎呦我张佩，你过来看一下我这架构行不行？好嘞，有点正事儿啊，挺好，清凉不少，清凉不少吧？嗯，哎，你别在这儿干活，这多不舒服，赶紧回家吧。对，别搁这捣乱了，快走吧。关键是补给的也不能跟全程，对吧？要得要得。感谢你的付出，谢老板。哎，没死。你这有错别字，大哥啊！你这做完必须发给我一次。输入法的问题。这眼不行，不是输入法的问题。我走了。慢点啊。老冯哥，快点！哎，快走，快走，走了啊！拜拜，大家辛苦啊！拜拜，谢谢丽安小老伴儿。不尊重，太能捣乱了。姐，我们已经把公司的基本情况、过往业绩还有资质证明都已经整理好，发到公司的邮箱了。我看见了，我正在对呢。好嘞。那财务情况在谁那儿？全光。哎呦，糟了！我好像忘公司电脑里了，姐，要不回去拿一下？不用，正好我要回去做这个分项报价，这还没弄完呢。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正好我那个雇主责任险那个，我再问问你意见。那个一会儿大家现在就可以收摊了，赶紧回家吧啊！下班了，你们把打车票都留着，给你们报销啊。谢谢，好，谢谢佩姐，辛苦了，过两天咱吃好的啊。好嘞，刘峰，你又这么慢，我又上车了啊。姐，拜拜。刘峰，啊，来了。
还要把我关到屋头，你自己管不住自己，我替你管啊。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出去。你出去我就死给你看，我立马癌症复发。可以了，这行。我再检查检查。这行，这还要怎么检查？可以了，就他。我有点紧张呢。你就快点的吧，行，保存。你该走，回去，困死了。太阳冒头了。冒他的呗。你跟我来，走。哎，哎，看一下，腿沉，难得。你打下精神头行不行？我这的。快点。哎呦天。快点。我这都加快步伐了，你这你别折过去啊！拼命是，赶上了。哎，你用不用这么激动？张佩，你知道全世界一起看过日出的两个人有多少吗？我们是一起看过日出的人了。所以呢？所以，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好好努力，为我们一起去北京而努力。也得。领导，你表个态啊！加油！太敷衍了。没劲儿了，真的没劲儿。张佩，嗯，其实我挺看好你的，嗯，但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安于享乐，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乐不思蜀。哎呀，你怎么说这么一大串？我认真呢，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这番话很重要。那我给你来一个，我洗耳恭听呗。我觉得。既然已经定好了要去的地方，就不要在路上左顾右盼，要不然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家都会伤心。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伤心还是小事儿，最主要是耽误时间，耽误你往前走。干嘛呢？我怕耽误时间，耽误前进的方向。孺子可教。再说吧，最近有点累啊。
啥子东西啊？没看见。没啥子，养生视频。怎么样，人齐了吧？人齐了，我们准备上课了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旅游路线的设计问题。没有开场，没有灵魂。是啊，老师，给咱热热场呗。好了，知道了。人活百年，古来少，先从少年后到老，枉可光阴不多时，当晚再把欢乐闹。哇，闹闹，要不然别怪我啊。我们都晓得，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旅游路线的设计要根据旅游资源的分配以及整个区域的布局去设计，所以今天呢，我离不开成都，真的。你不想出去？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我是那条鱼。所以呢，我们的整体的路线设计都要以这个让大家感受火山。醒了吗？哎，怎么还在睡啊？看了没啊？我刚打开，还没看。你先给我讲讲呗。懒死你了！我跟你说，我这次写了个巨牛的，集亲情、爱情、友情于一体的双生悬疑故事。双生啊？讲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那个，你今天写完了，待会儿干嘛？能干嘛呀？待着呗。那我能不能来探视？或者你拿个勺子，你先开始挖洞。说真的，我好想你啊。我们有什么事能见一下朱丽叶？我可能有办法。哎，你说啥？消停上，我说我可能有办法。